那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，我害怕，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从来都只想你怕，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只是想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陈明，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？说走的是你。 说回来的也是你，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。是，你回来了，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为什么要走，陈明？佑哥，佑哥，怎么喝成这样了？佑哥，别喝了，佑哥，悠悠姐让你去她办公室啊。 哎呀，赶紧的吧，佑哥，忘记找他已经走了。慢点，哎呀，佑哥，你小心点，慢点，好好的，佑哥。Kitty，把最近的行程安排发我一份。佑姐，佑姐。 喝多了，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没看好你哥呀，喝那么多酒。喝嗨了，喝嗨了，喝多了。尤志奇，尤志奇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尤志奇，尤哥，尤志奇，尤志奇，你没事吧？尤志奇，尤志奇，你醒醒。尤志奇。 没事吧？我不能没有你。嗯，还算有点良心哈，知道不能没有我。呵呵，你实话没有，但我不说。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啊，尤时琪。嗯。 喜欢你，啥玩意儿啊？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啊？啥玩意儿？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哎，别！哎，王记者，你不都走了吗？怎么现在还在我们公司啊？震惊！某鲜肉被圈内大佬包养。哎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正眼说瞎话了，看清楚人喝多久了啊！我没喝多，我跟他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没关系，震惊某鲜肉色衰爱吃惨遭气。王记者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瞎写，我告你诽谤。你告我？ 能不能跟我在一起啊，佑哥？不能够啊，佑哥！震惊！某鲜肉性取向成谜，遭大佬冷遇。尤姐，我已经忍你好久了，你信不信我现在揍你啊？你要揍我是吧？怎么了？我不敢呐！震惊！圈内富婆一怒为鲜肉。哎，你我……你是不是欺负我女儿？ 哎，你别打了！你别打了！尤志奇，哎呀，尤志奇，别打！尤志奇，别动！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！哎，你，尤志奇，你现在彻底糊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 像王记者这种小人，我有一百种办法解决他。但现在尤志奇，你打人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？你知不知道啊？谁叫他瞎造谣啊？那谁让你喝多胡扯呢？啊，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吧？这不只是一桩花边新闻了。哎，你别走了，我都快离开娱乐圈一年了，能掀起什么风浪啊？
经纪人包养艺人这种丑闻已经触及到行业底线了，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不止你，连我一样一起完蛋。谢谢比心。阿米，你回来啦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哦，佑之奇回来了。程明刚刚去找佑之奇了，结果哭丧着脸回来了。我拼命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也不告诉我，然后就又一个人跑出去了。哎，艾米回来了。糟糕了，糟糕了。哎，他怎么就跑了？我带了这个回来。我找到程明了，他在操场的看台上，你们俩快过来吧。嘿，艾米，你回来了。我刚刚去宿舍找你，然后屈主任说你闷闷不乐的一个人跑出来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发现看星星这么简单的事，原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。星空广阔无边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欣赏它、拥有它，但是它又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它离我们每个人都很遥远，似乎永远都触不可及。你说的也对，其实我只是想通过星空去了解一个人，但是我失败了。哎呀，失败并不可怕，没有尝试过就放弃才可怕。你也尝试过了，就没有必要再烦恼了。有的时候吧，你得学会放下。程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说说你们，短信不回电话不接的，急死人了。我都没看，我和屈诗韵说在宿舍吃还得收拾，所以就拿过来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张艺友又给方雅丽买宵夜，正好她减肥吃不了那么多，我们就一起吃。嗯，好香啊。程明啊，我跟你说，不开心呢就大吃一顿就开心了。大姐，你不是还要试镜吗？你这又不减肥了？你今朝有酒今朝醉嘛，多吃一顿又不会胖。好好，哎，艾米，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今天可是开学，到老师上课可是点了名的。我最近跟朋友准备开一个街舞工作室，现在正在筹划当中。哎呦，艾米要当老板了嘛。我可跟你们说，我这个假期去了一趟。你不是说你这个暑假去欧洲了吗？我都去了呀。芳芳呢？我最近看你整天笑呵呵的，话也变多不少了吧？有吗？那还不是因为……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的舞蹈学校，我要是考上了，我就要去英国了。哦，你还挺能给自己转移话题的啊。芳芳，你真的要去那个学校啊？那个学校异国他乡的，肯定特别苦，特别难考。嗯，小时候觉得练舞又累又苦，跳芭蕾的脚都变形了，这个脚上血泡一个起了一个又起的，自己看着都觉得疼。有想过要放弃，可是就是放不下。也许想着想着，就觉得没有那么累了。
觉得跳舞能抒发我所有的感情。芳芳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那你现在练舞还疼吗？有可能还疼吧，不过我有目标了，也就不觉得苦，不觉得累。哎，你看看人家。我也是有目标的，好吧？我的目标呢，就是成为国际一流的巨星。那你还吃宵夜？你不要打击我好吧？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哎，快吃吃吃吧！你这咬过了谁呀？赶紧吃了。